究竟我今朝大概经历咗啲乜嘢啊？都知啊！由陈山聪同埋李思华主演嘅《今宵大厦二》，近日传出将会接《飞虎山》棒，喺下个月四号播出旧收视。对此，李思华就喺社交媒体留言话：套剧无端端话出街，都反应唔嚟。佢又话：话时话，你哋四月四号得唔得闲啊？佢之后仲上载咗一段胡说八道会合唱《今宵多珍重》嘅影片宣传，非常落力。